大家好啊，今日呢年廿八好开心呢嚟到铜锣湾宋主席呢一间新店叫做品味十缸，专系卖一啲保理茶嘅专门店嘅。咁今日呢宋主席呢就话新年开新店呢有嘢送喎、啊、宋主席有什么东西送给大家？有很多东西送啦。首先有什么产品呢？这里首先我们会送这个比较有云南特色的这个小茶饼，这个小普洱茶饼、嗯、然后我们还会送很多这个云南的土特产哦，好多东西送给大家。那么首先想问一下了，这间茶店呢现在就新年送礼呢有些什么呢就主打的产品呢是可以令到朋友买了送给屋企啊、親戚啊、朋友係好開心嘅咧，有啲咩禮品介紹俾大家買茶嘅、哦？對，我們今年的春節咧，就專門有一個主打產品。這個主打產品，它是很精緻的一個中國風的設計。啊，那裡面裝的呢是這個大紅袍，因為大紅袍在過年送禮、嗯、是大紅袍，對，過年送禮，非常吉祥的一個產品。嗯、所以我們這個特定的這個包裝呢，也是根據這個中國風的特色。专门为新年的这个礼物打造。OK， 好，不如我哋咧就喺个店嗰度行一行，好唔好啊？嗯，好。嗱，我哋咧就呢度咧有啲靓嘅紫砂茶壶，同埋有啲靓茶。咁我哋出边咧就有啲主打嘅货嘅。咁啊，首先讲讲呢度系边度啦，系利源山道。同埋咧，我哋见到咧，白沙道。系啦。前面呢你看到太平館，是啦，太平館白沙道，是啦，跟住呢我們這裡呢就是品味十缸啦，有些好啦，跟住呢我們呢就宋主席呢現在我們這些是什麼貨來的？好似香港好少呢啲喎，呢、這個我嗰陣時喺大陸環遊呢個內地嘅時候咧，先至買到呢啲合桃嚟嘅喎。呢個是雲南的紅蜜葡萄，它是個紅色的，紅色皮的，這只有雲南才有。嗯，啊，呢啲送茶一流，跟住咧，呢啲買嚟送茶，呢啲咧，對，這個呢是雲南的黑花生，哦，黑花生，黑色花生，這也是送茶的，哦、啊。OK， 然后这个是云南的五彩花生，这都是云南特产。这个呢就是一个麻辣香肠，这个是农家土猪肉的麻辣香肠。麻辣香肠它是蒸啊定是做怎样吃的啊？就蒸一下就可以吃，或是炒菜苔啊、哦、炒菜都可以的。哦，蒸的，即是可能个电饭煲煲下米的时候摆两条下去。对。然后这个呢是土农家土猪肉做的这个烟熏腊肉，腊肉啊，烟熏腊肉，这个也是非常有过年的气息的，就是过年的时候才有的。哦，318元三斤的啊，三斤318块。OK， 跟住呢啲就系腊肉啦。对，跟住呢啲咧，猪油啊，猪油就是用猪的板油蛋炼的油，这个是。非常有营养价值的炒饭啦、啊，炒青菜非常香。即系猪油炒饭就呢啲啦。对。好，跟住呢啲系咩嚟噶？这个就是云南的纯野生的树洞蜜。树洞蜜啊？啊，树洞蜜。即系咪蜜糖嚟噶？蜜糖，但是它是在树洞里面炼造出来的。树蜜。哦，树蜜。纯野生。我有饮糖，我知。我唔知咩叫树蜜喎。好啊。还有这个是云南的红瓜茶，哦，这些是红瓜茶，云南的红瓜，这也是配茶的，送茶的。哦，即这些全部都是饮茶用的。对，饮茶用的。哦，好了，咁住我哋呢啲系咩嚟噶？哦，这些全就是我们云南专门为这个普洱茶打造的这个紫陶，即系陶罐，即系唔系紫砂罐饮茶罐，紫陶罐系装茶嘅。对，它叫紫砂茶罐，这样喝茶的人都会。放在茶桌上，跟住你就话大优惠咧，就系如果咧我哋呢个新张期内咧，因为你年初一、二、三都开嘛，咁啊开到年初十，对，日日都会有嘢送噶，去到年初十啊，新张期内咧，就买任何货品都会送呢啲保理茶叶噶喎，小茶饼。咁如果买得多咧，就可能会你送多几件噶喎，对。OK， 咁住呢边你话好主打咧，就系话送礼啊。过时过节送礼，对，这个就是我们今年过年主打款，
这一些呢全部都是中国风的，中国风定制，这里面是大红袍啊，然后这个包装呢就是很有中国特色春节的风格啊，这个就是我们主打的春节，这个而且它现在是特价哦，现在特价就这么靓的、啊、对 OK 好，现在特价398，好，跟住呢这些呢像这些款呢它有各种颜色，全部都是这个中国风对，然后这个就是高端款的，高端款的花香大高端款、就是每一小罐它就是一泡茶这些就是一样的，对好、哦、这些中国这个是限量版的，这些挺好哦，冲茶用这些茶机哦，对，这个都是配套的茶具哦，原价就3199，现在特价呢就便宜了成2000元哦，对，这个是配套的，这个这里又有一套的，是不是包晒这些壶的啦，对，包晒它的水壶这里哦，是哦，即是倒些水下去就搞定了，嗯，跟着这些呢，这些都是高端的这个礼盒套装，是鸿运当头，这也是过年的特制款。哦哦，呢度还几好哦，细细套哦。对，这个也是就是泡茶的感应式的茶壶。哦，原价888，特价就598。嗯。OK， 跟住呢度咧，呢啲系咩嚟噶？这个就是高端的普洱茶收藏版。买了一件三百多。哦。是吧？啊，三百多。嗯。好了，黑人，这些是什么东西啊？这个呢它就是云南建水的紫陶，这是物质文化遗产非常有名的，它是专门为这个普洱茶打造的茶具、这每一个都是手绣的，要摸地去看。好了，西人啊，我知道呢明天啊1月20号呢就是开张好日子哦，咁啊希伦呢间呢品美十光呢就听日中午12点呢就會正式開幕啊！喺年29，跟住年中無休。咁啊，歡迎咧啲網友咧，特別是香港情中國心咧嗰啲義工嚟支持，因為咧香港情中國心咧，宋主席咧就聽日咧就會有一個開幕儀式啦。咁啊，希望咧就以茶會友，以茶會友就招待一啲咧中意飲茶嘅朋友。多謝支持啊！多謝，使唔使叫我飲茶先得㗎？OK， 所以咧，我哋咧就開幕咧就會以茶會友，咁啊，聽日咧就係1月20号中午12点，我哋就會正式開幕㗎啦。咁啊，希望咧各位網友過嚟支持支持。七零好像有一些東西咧，會送給大家，對吧？對，我們有很多小禮物。係啦。雲南的土特產。都会随机送给大家。嗯，对，好了，现在我们福去就偷来，那我们呢就同大家拜个早年先。Helen 跟大家拜个早年。好，祝大家兔年大发，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祝大家2023年呢，兔年就苦尽甘来啊！好了，我们听日见啦，1月20号约定你中午12点，是吧？OK， 拜拜，听日见。大家好啊！如果大家想出席年29中午12点正香港情中国心新开的呢一间茶店咧，咁大家可以咧就嚟铜锣湾 F 出口，沿住而家呢条片条路咧，就可以行过嚟宋主席间新铺头噶啦。咁可以以茶就会有。希望大家呢就過一個愉快的年29開幕典禮，我聽日12点正呢就會出席，另外呢還有即席揮毫呢就寫揮春送給大家的，記得來攞揮春啊，恭喜發財，恭喜發財。今日年28洗邋遢呢，我們呢有些好東西呢就告訴大家知道，有些什麼好東西介紹給網友啊，司徒是而家我哋正式招募呢个粤港澳大湾区嘅准买家 Ruby， 梗系啦，我哋要带啲准买家去中山买呢个海雅缤纷城，我猪猪买笋货啊！我哋30多万咧已经可以入场噶啦。咁啊 ，Yenny 啊，缤纷城有咩优惠俾大家咧？犀利啊！优惠70平方以上咧，即系减5万喎。如果大家有兴趣咧，其实唔使去现场，其实可以 WhatsApp 我哋嘅话机。哇！30多万可以喺中山海雅缤纷城做大湾区业主。梗系唔好错过啦！讲多无谓，就行动最实际啊！2月11号同12号呢2日1夜咧，
你免費就可以體驗一下中山海雅繽紛城。要怎樣參加我們這個報名團隊啊？怎樣參加這個買樓團啊？Ruby，你可以 WhatsApp 我們所有樓下的電話的，大家去看看。第一件事最緊要到期時一定要帶錢，除了錢之外呢，其餘我可以幫到你的，錢幫不到，要帶錢最緊要帶錢，是沒錯。帶幾錢啊？起碼20,000元人民幣啊，要好，那就到時見，拜拜。